的一个晚上，在青春的世界，欢乐的时间，在最美丽的梦。你还记得那房间花园？你问我的那个时候，在一个没有的温柔，在你的怀表，那些都是我们最美丽的梦。但在世界上没有永久的事，一切的对弈，一切即将结束。人们见面，爱和分离，并在结束时，每个人都是孤独的。但我们就是考了这个中学生，会议把我们带回这里。可大家见面，爱不会告别。最后，没有人是孤独的。谢谢，再见。再见。